满城佛光园，由满地可佛光山佛光会联合制作，文秀慧主持，由永固法师主讲。好，欢迎收听满城佛光月，我是文秀慧。在直播室现场呢，我们有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主持永固法师师父吉祥，秀慧同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吉祥，阿弥陀佛。师父啊，首先呢，我想代替大家多谢你先，因为呢你上个星期帮我们请了依红法师来，大家见到他很欢喜啊。其实呢，在大殿里面接驾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激动，当时真的含着眼泪，我自己都觉得，哎呀，我都没估到会这样。我自己想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依王法师是我的大师兄，他出家都超过40年了。他的出家人的一个特质呢，就是慈悲。但我觉得都不是这些原因呢，令到我在接驾我要介绍他的时候，我忍住两次。好感触啊。是啊，但我后来我自己想，因为在多伦多我反而没那么强烈的这种感觉好像依王法师说的，他说他见到满地可大家的成长，他觉得在满地可他见到叫做贫女一灯的精神，就是因为不容易，有今天的成长是不容易的，或者在其他的道场要去护持一个道场，是能力可以到达的咁喺满地可呢，你见到一样系寺院，但系啲义工呢系用全部去付出，去共用，去护持啦，所以我话我唔知点解感触咁深咁样，佢就话因为系贫女一灯咁，哎呀，佢一讲，哎呀，系，所以我对满地可嘅弟众呢呢种护持又好，跟住我哋一齐唔管几辛苦，都要为佛教为弟众咁样付出啦。真的用这四个字呢就代表，所以我之前都没想到你说这些不过你又说依王法师呢，是啊，因为我见到大家很开心，我听说就是华严精舍依王法师已经过来帮手支援我们，所以大家对他印象很深刻，他的慈悲真是大家见到的，所以我就代大家多谢师父先，因为大家见到他都很感动真的很欢喜咯咁讲起慈悲，应该同师父为我哋讲呢个经典故事有啲关系添啊，完全有关系。咁我哋就直接入去空中佛学院听师父讲呢个故事咯。好。空中佛学院，各位空中佛学院嘅听众朋友，大家阿弥陀佛，今日呢？要跟大家讲的经典故事呢，是观音菩萨感应的故事。当然啦，观音菩萨和我们这个娑婆人间的众生因缘很深。大家想想，譬如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在4月初8，阿弥陀佛的圣诞在11月17，但是我们一讲观音菩萨呢，一年之中是有三次的，2月19、6月19和9月19。当然啦，2月19是诞辰，是生日，6月19是成道，9月19是出家纪念日。所以我们一讲观音诞呢，就讲一年之中有三次了。可见呢，就观音菩萨和我们的因缘真的很深。所以今日的经典故事呢，就我们这个星期日上午9:30要举办大悲忏法会，都是观音菩萨的法门，当然都是纪念2月19的圣诞这一日，所以就选了呢观音菩萨和我们感应的故事，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段发生在普陀山的故事。话说呢，有一位叫做屠夫，他是杀猪的一个人，平时就可以说他杀生又很重，然后呢对他的老母亲又很不孝顺，不只是闹，有时候他不开心喝了酒呢，他还会打他的妈妈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之下呢，他妈妈可以说这位老人家是活在一个恐惧之中，有个不孝的仔他都很无奈。
咁有一次呢，呢、这个杀猪嘅屠夫呢，呢、这个坐仔嘅人呢，佢就听到话啊，有一个朝圣嘅团体呢，要去普陀山去拜观音菩萨，话好感应啦。尤其如果去呢，喺个朝音洞里面见到观音菩萨现身呢，咁就所有嘅心愿都去实现。咁佢一听，哇，有咁嘅感应，咁灵感，佢都要去参加啦。咁去呢，住咗几日啦，佢日日都去朝音洞嗰度睇，嗰度睇下，咁都冇睇到。佢就话：，唉，都系呃人嘅，根本就冇观音菩萨。咁结果咧，佢好唔开心，要走之前咧，就遇到一位老和尚啦。咁呢位老师傅咧，见到佢啊，咁唔开心，问咧，咁呢位老师傅就同佢讲：，哦，你唔使走咁远嚟呢度嘅，其实啊，观音菩萨已经喺你屋企啦，等紧你，你快啲翻屋企。咁佢问。我怎知道哪个是观音菩萨呢？老师傅就跟他说，如果你见到一位老婆婆，她是反着面袄，然后呢拖鞋是调转过来着的，那就是观音菩萨了。她一听，哇，就要求什么都有什么，最灵感感应的观音菩萨在我家，哎呀，她很急啊，立刻就要回家。那大家知道普陀山呢，她在个舟山群岛，在个小岛上面的嘛，那所以出入呢都要搭船。她就在深夜好夜啦，佢都搭船翻屋企，咁翻到屋企已经都系半夜咯。佢又好急住，因为佢想自己心愿去实现，咁就喺嗰度啊，好急啊，敲门啊，那个声音好大声啊。咁因为系三更半夜咧，佢妈妈咧呢位老人家系瞓紧觉嘅，咁一听到嗰种敲门嘅声音，同埋佢嘅仔啊嗰种好嬲嘅、好急嘅嗰种声音啊，一落喺嗰度，然后话开门开门咁啊。哇！吓到啲老人家啦，即刻快啲就着佢嘅面袄啦，咁着住鞋啦，快啲走嚟开门。咁一开门咧，就见到佢嘅仔，佢已经好怕佢。如果迟咗啲嚟咧，佢仔要打佢嘅。但系冇谂到咧，佢仔一见到佢咧，即刻就喺嗰度顶礼啊，喺嗰度叩头啊，喺度拜佢啦。然之后就一路叫住话：，哎呀，观音菩萨啊，观音菩萨啊，保佑我啊！咁佢妈妈就话：，你做咩啊？咩观音菩萨啊，系我啊咁样啊！佢一见即刻又话观音菩萨啊，你真系示现喺我屋企啊！咁佢就一路同佢仔话：你清醒啲啊，呢度冇观音菩萨啊！咁佢嘅仔就话：啊，嗰位老和尚同我讲咗啦，话我屋企如果见到反着面袄啊，个对拖鞋呢都反着咗嘅，就系观音菩萨啦。咁喺黑夜之中睇唔清楚噶嘛。只是见到大概是这样，即刻在那里拜。那他妈妈就明白了，哎呀，其实那个老和尚是观音菩萨。他就化现一个出家人的样子，然后要教训这个仔要孝顺。他妈妈就机会教育了，他就即刻教训他的仔，说我不是观音菩萨，但是跟你讲的那个是观音菩萨，你看清楚一点。他就点个立足看清楚，啊，真是他的母亲，他才知道，啊，是观音菩萨教训他。他跟他妈妈认错，说他以前不识事，对他妈妈这样不孝。真的，如果说家中的老母亲你不孝顺，你走这么远的地方去拜佛求观音都不会有感应的。其实这个典故讲回来呢，就是譬如我们一般的人，不管你是念佛啊、食斋啊、行善啊、平时修功德等等，你做再多的功德，如果对自己的父母不孝，不知道孝顺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真是无有功德。最大的功德其实是孝顺父母的。所以佛教其实是很强调孝顺。所以今天我就在空中佛学院借住，因为在迟两日星期日就是3月12日，在满地可佛光山这里就要举办大悲忏法会。咁都系属于观音法门，咁我相信有啲听众朋友系参加过嘅。咁如果可以嘅话，其实观音菩萨真系系我哋所有嘅人共同嘅母亲。咁喺观音菩萨嘅圣诞，或者大家会谂话啊，咁我要买啲生果或者系带啲乜嘢去供养。咁我觉得观音菩萨其实要我哋供养佢嘅，或者讲送俾佢嘅生日礼物呢，最好的就是大家都去做观音菩萨，大家都去学习观音菩萨慈悲的精神。或者说，如果你说要供养观音菩萨，
咁观音菩萨要大家系1.32，对父母要孝顺，对众生要慈悲，要学习观音菩萨慈悲嘅精神。我相信呢个系喺观音菩萨圣诞呢，我哋可以送俾观音菩萨最好嘅一个生日礼物。咁希望大家都收到呢个信息啦。咁记得星期日大家共同翻嚟参加大悲忏法会，祝福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唔该晒师傅，阿弥陀佛。嗯，观音菩萨真系好慈悲哦，嗬、嗯！佢见到嗰个仔咁样对个妈去做化身咁，俾、佢有啲感应，教训下佢咁样。咁、其实呢，这个故仔呢，我哋佛光山有个电视台吓，咁、曾经都拍摄过观音菩萨感应嘅节目啊，好好睇嘅。咁其中呢个故仔喺编喺个里边咧，一部电视剧嚟嘅，叫做《观音老母》啊。咁另外嗰、那个电视剧里边仲有如兰观音哦，咁呢啲都好好睇啊！系台湾拍嘅电视剧，喺台湾系我哋佛光山自己拍摄嘅。咁、或者迟啲呢，我哋而家整理紧图书馆嘛。咁、除咗话法文、英文啊、中文啊啲图书可以借去睇，咁另外。仲有啲 DVD 啲带可以借，咁、我相信呢一片一定喺个里边、大家可以借翻去睇，参考下系咯、就敬请期待我哋嘅图书馆啦、OK， 唔该晒师傅，咁接下嚟咧，我哋仍然系介绍俾大家照亮嘅 CD 啊，嗬，师傅系照亮呢一片咧，我哋同国语嘅人间好心情轮流咁样听下，而家应该系轮到我哋要听第七首，叫做奇迹。道理，奇迹的道理呢，它主要讲的呢是从星云大师，我们的师父1967年开创佛光山，然后真的在短短几十年之中、我可以讲师父是一路都没有休息，是很辛苦的，但是将整个人间佛教推广到全世界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、我们上个星期播的那首也都很好听，加沙的一角哦、我一路听，因为我哋而家个节目上面都有播歌词嘛，系、大家就可以慢慢欣赏、就可以成个星云大师嘅一生一路每个经历都可以好清楚咁睇得到啦。系啊，咁而家我哋就听呢首歌先，《奇迹的到来》。咁我哋转头翻嚟见。凡人一点心。
聚会请放线光芒，你是春蚕吐丝给予温暖，你是蜡炬灰烬奉献光芒，奇迹是平凡，一切只为众生，奇迹是生好，欢迎继续收听满城佛光缘，今天直播室现场仍然有我们永固法师阿弥陀佛。师父听完一首咁动听的歌之后呢，我们又继续我们的话题了。今天是迷悟之间有声书，我就一直在度谂呢，每一篇师父写的都很有智慧，运用生活之中的人事物，然之后就帮我们开始啲智慧的真理佛法。不过呢，因为后日星期日是大悲忏法会，在下个星期日3月19日上午是共修法会，下午1:30又是我们第一次举办庆新报恩会，在下个星期呢3月26日是清明法会，是我们成日礼拜慈悲三昧水忏，都是法会。跟平时的共修法会不同，很多是一年一次的，所以其实法会呢很多感应，或者说有些人说很灵感，但为什么会有感应呢？所以我就从这个想到，不如就师父的有声书在迷悟之间第一册里面呢，就选出有一篇就叫做感应的原理，这一篇我们听了之后呢，再来探讨一下，大家都这么喜欢参加法会，就是因为法会有感应，但感应的原理是什么呢？那就要听一下先了。是的，那我们就听一下有声书迷悟之间里面的感应的原理先。感应的原理，有个小男孩对着山谷大叫，我讨厌你，借此发泄心中的不满。结果他惊讶地发现周遭的人亦都讨厌他。小男孩喊着地将情形话给母亲知，母亲安慰他，并且带他返回山谷，要他再叫一声我爱你。结果小男孩破涕为笑，因为他听到四面八方的人亦都同他讲我爱你，空谷回音，这些就是感应。敲钟钟响，敲鼓鼓鸣，这些亦都是感应。乌龟望蛋，孵化小龟，鸣铃有子，果裸附之，这些亦都是感应。毒气外泄，杂人丧命，温暖如电流入心房，这些都是感应。感应
就是天地万物宇宙众生之间的一种互动呼应。看见月圆月缺，遮乎岁月流逝，目睹花开花谢，感叹世间无常，这些都是感应。母子连心，云牵梦萦，这些亦都是感应。感应又是因缘法，感应要有因缘条件。水不清，如何能影射景物呢？谷不空，如何能吞吐声纳呢？人如果没有一颗清净感动的心，如何能与真理相应？如何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？所谓菩萨清凉月，常游不境空，众生心究净，菩提月现前。这些就是感应的原理了。生活中一句说话就会令人欢喜不已，一句说话亦都会令人痛苦不堪，这些都是感应。叫一声万岁就能获得赏赐，骂一句昏君亦会锒铛下狱，这些都是有因有缘的，都是合乎缘起法则的。经常有人问，念佛、诵经、超度，为什么一定会有感应呢？所谓心诚则灵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有个禅师正在开示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，众中有个青年不屑地反问禅师，一句阿弥陀佛只有四个字，怎会有这么大威力呢？禅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责备他说放屁。青年一听，怒气冲天地指着禅师责问，你怎可以闹人呢？禅师平静地笑道，一句放屁只有两个字就有这么大的力量了，何况阿弥陀佛是四个字，你说怎会无威力呢？其实有感则应，日常生活中喝茶解渴，吃饭能饱，只要你留心，何处无感应呢？人间福报，2000年6月11日。真的感应要用个心去感觉啊，师傅。是你的心是发出什么心念，就好像个身觉的回响这样，那转回过来是跟你是相应的。所以譬如我们说观音菩萨是千处祈求千处应，你在哪里，你发出怎样的一个心念，那观音菩萨他会寻声救苦，寻声救苦，寻声救苦，是的。这都是因为你发出一个念头，然后就呼应回来的，一种相应，一种感应。看个人有时的感应是挺强的，有时候其实我自己这种感应真的很多。我们平时其实在佛光山不是那么强调，我们是不讲神通的，不讲，但是我们自己真的觉得很奥妙的，有时候觉得很奇妙。这些唯有是自己知道。当然如果我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一定会说，哎呀讲一点啦。我譬如说了简单讲一点，我记得我第一次调派来加拿大，94年在温哥华，当时其实大殿都还没完成的，那里供奉的佛像都还没到来，只是一尊观音菩萨在中间，我们已经开始了这样。但其实94年的9月份我们是要办世界大会的，
咁我系一月份派过去，咁、嗯、当时根本就冇几个人知道，因为我哋系喺个六楼啊，嗯、就系、是、一座喺个超级市场嘅楼上，一个大厦咁嘅楼上，系、啊、啦，第六层楼、嗯，所以冇咩人知道嘅、嗯，又系工程中，又未开光，嗯，咁所以我就好担心啊。哎、呀，我要办世界大会都冇人知道吓，啲信徒又冇，义工又冇吓，心里边急咁样。譬如啊，我需要做海报嘅人，咁有一日咧，就两个青年企喺大殿门口嗰度望住里边。咁我哋另外一位法师就行过去问佢哋：第一次嚟吗？入嚟拜佛吗？咁对方就话：冇啊，净系睇到唔知上边有个佛堂，想睇下咁样。我哋可以嚟做义工嘛？我哋主动讲，然之后我哋嗰位国语法师就话义工，我哋而家系揾紧啲做海报嘅。咁、那个青年就问：你要中文定系英文啊？两种都要、啊。佢、话：哦，我系专做中文嘅，佢系专做英文嘅。哎哟，咁巧哦！咁、都有。咁连埋我，我记得我啱啱调派过去，过咗一两个月。咁、当时都是装修紧嘛，咁、那个会议室啊嗰度，我哋之前嘅长老慈庄法师佢就见到有一张国画，好大张嘅，但佢话好平，50蚊一张吓，挂喺个墙壁上边咧都 OK 啦。咁佢话佢裱框啦，你记得佢攞翻嚟。咁我打电话去问对方话啊，裱框裱好啦，不过好大幅，几尺长咁样。哇！我一听，哇！我点样可以带翻嚟？都要租一部卡车去带翻嚟，第一问咧，哇，净系得半日都要300几蚊，仲贵过幅画，系咯，咁同埋当时个香油钱啊，放得上一打开啊，一日2蚊啊，我点可以带翻咧？过咗一个星期，个裱框嘅人咧又同我讲，佢冇地方摆啊，好阻定嘅，快啲攞手啊，系啦，哎呀，点算？但人哋咁样讲，我都唔好意思啦，我就哦好，咁我就安排车去。结果呢，我当晚呢，我睡觉前我都习惯去拜观音菩萨，我就跟观音菩萨说，菩萨，我们天日一定要去将那幅画车回来了，但是呢，我们香油只有2蚊，租车呢就300几蚊了，唉，但都没办法了，我就这样说下说下可以睡觉。第二天呢，一早上就有个西人留个很大的胡须，不过看起来好斯文，就在门口那里，我就开门，你要拜佛吗？我说 no，我入去睇下咁啊！哦、，welcome 就请佢入嚟。佢一入嚟咧，就坐喺观音菩萨正前方喺个拜垫嗰度坐低，一路望住佢。吓、我心谂，哇！呢、这个人好虔诚、哦，因为佢一坐坐咗3个钟喺嗰度。吓、到我哋食中餐嘅时间啦，我就请佢食饭咯。然之后咧，佢就话佢系开咗一部 truck 嚟嘅。哦，即刻就问佢。当然我英文冇咁好，我请另外一个法师，你快啲问佢。来回半个钟，帮我哋车一幅画翻嚟好唔好？佢就话：哦 ，no problem。然之后我就话：哇，你真系观音菩萨派嚟嘅。佢话：I believe， 我相信系嘅，系你哋嘅 Lady Buddha 叫我嚟嘅。吓、佢唔识点样称呼观音菩萨吓、你哋嘅女神咁样吓、叫我嚟。点解呢？佢话：因为佢住喺 Victoria Island。咁唔知点解。天未光，佢就醒过嚟，就攞住个 truck 嘅锁匙就开 truck， 然之后佢又觉得奇怪，我要去边啊？我就算出门我开一般嘅车就好，点解会开我嘅 truck？ 咁啊开，我要去边？然之后就去到港口啊，佢要上嗰部游轮，喺个海上漂流1.5个钟先到温哥华，喺个大游轮开上去个海，然之后嚟到温哥华，然之后佢谂。咁我而家上咗岸啦，我要去边啊？咁觉得自己个车又自己行咁样，就行到我哋温哥华佛光山嘅一楼嗰度，个前面嘅广场，个车就喺嗰度转圈打圈啦，唔走啦。然之后佢话：我一定揾个地方泊车吓，系边个人要我嚟啊？就咁远吓。哦，咁所以佢就睇，咦，有一个佛光山有个 Buddha 咁样吓，喺六楼，我上去睇下。这个都比较特别的一个宗教的地方，他就找了一个地方泊车然后行上来，所以我就去开门给他进去、然后他就坐在里面望住我们的观音菩萨说，你是你找我来的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快点说。所以当我开声跟他说，你可不可以帮我车个幅画回来，他知道原因了，是的，他说是你们的
Lady Buddha 哦，咁样嘅真系太多呢啲、啊，嗯嗯，咁我哋就冇咁多时间讲啦，我哋要讲翻，咁我要讲呢个感应啦，系啊，讲翻感应呢个啦，咁、所以大悲忏法会又欢迎大家啦，咁、今日都冇咩时间去讲庆新报恩会，但系亦都欢迎大家嚟参加，简单讲下。嗯是或者我们留下下个星期都可以，不过这个呢就是说庆新，当然是过生日了，佛教过生日是怎样去庆祝生日、是庆祝自己呢还 是感恩父母呢、我这个就留下下个星期说好吗？好啊好啊，同埋呢都提醒大家清明法会是啦，也都是要报恩的时候是啦、因为清明法会呢为登记排位超荐先人啦，或者系自己嘅冤亲债主等等。咁呢啲如果系提早报名咧，咁、我哋啲义工处理呢啲文书、呢啲排位咧，系 比较方便啲。系啦系啦，所以提早提醒大家咯。咁、多谢晒师傅，真系好可惜，我哋冇办法长谈。哦，咁样太多，讲唔晒。好，咁样咧就想提醒大家，我哋3月12号，即系嗰两日就系大悲忏法会9点半开始嘅。咁、庆新报恩法会亦都欢迎大家来参加、就是要先报名，因为我们是统计人数的，同埋你自己过生日呢，你可以邀请你的父母一家人来参加，或者如果是你父母生日的、你可以帮他登记过来、我们大家一起跟他庆新的、庆新报恩会呢，我们是每3个月举办一次、所以是1月至3月过生日的人都可以来报名参加。哦、OK， 好多谢师傅。阿弥陀佛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，可以打我们的查询电话514-721-2882，或者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www.ibpsmtl.org。我们下个星期见，拜拜。